我不是经常和你们说，我是除了是一个塔学学者，也是一个网络达人，冲浪多年。其他的不敢说，但是就是我每天会看很多很多网上的信息，包括网上的发言。一个是自己本来的一个兴趣爱好，后来也是成为工作的一种，所以我看的特别特别多。有时候你们看来可能会觉得合理的事情，或者说比较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我看到会觉得很假。因为你想，我直播那么多年，我也会收到非常非常多的邮件，几十万封吧啊。那有时候我必须要分辨他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时候我觉得网络上有一些谣言特别是离谱的，看上去很假。一般来说，我跟你们说具备哪些因素就增加了它的不可信度啊。一个就是说聊天对话的截图，两个人对话中基本上很快，两个人就是说话你一言我一语，很快，中间没有时间戳，就是说大家都是在什么五分钟之内就回复你了，秒回，而且没有什么表情包，大家的交流非常的迅速专业，也没有那种错别字，错别字不多，反正节奏很稳定，而且两个人说话很像一个人说的，这种就很大概率是一个人用那个聊天记录生成器做的。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聊天记录里面他想在短短的几张图里面把所有的要素都给你塞满，就是现在网络上流行的那些比较吸引人的那些要素，彩礼、绿帽子、男的、女大学生，还有什么加班、996、农村人，或者说什么美国，这些就是要素要拉满，就是说你明明没有问他，他怎么突然跟你说这些？就是他要在那个短短的那个聊天记录里面，他一定要把背景故事给你介绍清楚，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是，就是很激动的去代入。比方说一个标题里面，交往了三年的女朋友跟我说，彩礼没有88万，我们俩就得散。兄弟们，这时候我应该怎么办？我平时收入很高，但是没有告诉我女朋友。有一天，我账户里来了10万项目奖金，女朋友不由分说拿我的卡去刷了一个包。她说：“你拿了10万奖金，我拿3万去买个包，不过分吧？兄弟们，我应该怎么办？”就是这种要素拉满，就一看就生气，就我觉得就一般很多时候就是编的，或者说女的编的很离谱，就说这个男的长得就是什么个子又矮，身材又胖，长得又不好看，但是他说女生必须要1.65米大长腿，颜值7分以上，月薪10万，生3个都得跟他姓，得生完儿子再领证，姐妹们我应该怎么办？还要嫁吗？就是这种真的，我有时候看着大家为了这些事情而义愤填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要素很齐全。那些社会的恶性事件里面也是这样，就比方说有时候出车祸了，或者说有些就当街砍人的那种事情，然后他就说视频太血腥了，我看了都受不了，我发我主页了，想看的自己点吧。那种就是为了挣钱，他啥标题他啥文案都敢给你写出来。就是有时候网络上不是会因为净网行动会把一些特别血腥的或者说比较暴力的视频或者图片就给你夹掉嘛，就给你屏蔽掉，然后这种营销号就抓住了这一点，他就是说抓住了群众的那种好奇心理、猎奇心理，就是我发主页了这样。现在还有一种，这个是明星视频下面的评论，或者说那种博主粉丝量级比较大的下面就会有人评论，经常我见到一个叫什么，姐妹们我二婚，但是他只愿给三万彩礼，嫁吗？我以前从来不点开这些
就是我就看一下下面就是什么评论，但是我不会点开，但是我看了好几回好多回，下面全是这种，姐妹们二婚三万彩礼嫁吗？很无语，这是怎么回哎？你看有些人就已经激动上了，虽然三万彩礼不多，但是你重复嫁十次就有30万了呀，姐妹们够。哎呀真的是自己立个靶子自己打，你正常一点嘛好不好啊。哎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的怎么去分辨他们的那些文字到底是不是说的真的。 No offense 啊，我经常看一些男生反串女生讲话，就编那种聊天截图啊，或者说编一些，我就觉得他们其实没怎么跟女孩子聊过天儿。我其实这一看就是他们说话的那种语气就完全不像一个女生说话的语气，就比方说他有时候就是整个截图出来说自己的女朋友怎么怎么怎么样啊，他模仿女生去说话，但我看就是完完全全不像一个女生在讲话，看着这个人就没有太多跟女性接触的那种经历。我觉得其实可以多跟那个以前我们魔兽世界的人妖哥哥们好好学一学，那是下了功夫的。以前我们那个网络游戏里面人妖号要装备的时候，那可是就是戏都做足了，入木三分的。有没有模仿女生语气的 tipsy？ 不是，你要干嘛？有一些男的很喜欢用那个表情，真的，眼嘴巴在这里，然后眼睛在这里，反正有些表情女生是不会用的，不会用的，滑稽。哎，女生不会，一般不会用这种表情。我现在打个表情啊，老年人说话很喜欢用这个，我现在画的。我妈跟我说话，还有我的家政阿姨，她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她也很喜欢用这个表情。美女，明天去你家打扫清洁，明天见，就这样。这是一个不怎么接触网络文化的老一辈人，或者说中年人，是吧？他喜欢用的表情。营销号喜欢用的表情是什么？是那种捂嘴笑，就那种啊，太无语了，这个活动真的错过再也没有了。你们知道那个表情吗？就经常都会看到在那个微商会用那个表情。我喜欢用什么表情？我喜欢用这个表情。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你在微信或者说用苹果手机打思考两个字会出现的。你们现在把直播间变得好中老年。还中老年还喜欢做一个表情，特别是抖音的，就是要送你一束花，送你一个心。你经常看见比方说大爷大妈在那边发自己的才艺作品，下面的他的七亲八戚，他的那种乡里乡亲的，从来都不话不多，但是呢他们就会发那个玫瑰那个表情，就是给你一个小星星，还玫瑰就行。